제대로돈독으로는삼형제我叫肖乔后面这两个是我兄弟这个是胖子就你是做梦都想赚钱부자맨디지수아우와어디서 이런 골동품들을 장사 대박 신나 그런데 화瓶不是我家被盗的那一件吗你们都是小偷不要도둑놈你不要乱说话不是그대는 혹시 리小龙 티야 어리버리 세 명은 진짜 이런 도둑놈들 남의 집에 도둑질하러 들어갔다가 딱 만난 도굴꾼 제가 손수샤미스무디 니네 다 깔렸어 어? 다 어디 숨었지? 여기 있지 여기도 뭐가 도둑신 잘하죠 도둑신 헉 공포 在你家遇到的，我的老子家里来了，三小偷！ 도둑질에 실패한 그들은 사면초가. 我师爷头上来了，别慌，谁要进去把他们抓住，我就给他200块钱。谁家？钱没了。走算没落空啊！哎呦，哎呀，我就是一看家的，你扛坏了，我赔不起呀。我这儿有钥匙。 하지만 아 断了 把我小妞叫过来 이쁜 강아지 등장 报警你知道吗我们是小偷你们赶紧来抓我们吧反正出不去了我先去睡一会儿 한편 어딘가에서는 이거 딱 사건 분위기인데 상황이 답답한 남자 결국 내림 그때 다음날 샹샹 起来谢谢您的支持让大伙都散了吧好好带走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昨天晚上车胎都冻爆要是别报警早进局子姐夫换辆衣裳才成吗 能接嫁给我的时候，不是二叔来。我姐结婚那时候，要不是她土豪临时逃婚，能嫁给你呀？婚房嫁妆都现成的，彩礼钱都不用你出来。强哥，你们来这么远，弄的什么宝贝了？这么大个铜盆，盆里刻着四个简写的大字：大清国宝。 그런데 갑자기 일어난 사고. 응? 哎，那是咋开的车啊？ 저 남자는 大白天戴什么面具啊？ 도와달라 신호 보내는 중. 你怎么了？ 前方 快走！ 진짜 경찰이 나타나자 급하게 도망가기로 합니다. 你把我压着干嘛？这小子怎么了？嗯？啊！侄子悬赏500万，要寻找失踪的叔叔。这不是早上撞车戴头套的那伙人吗？ 原来是一伙绑匪，机会一定是留给我们这些时刻准备好发财的人。 납치된 삼촌을 찾는 이 존잘남 포스. 오. 老板，他们全都是来提供。广告不顾 찾아온 사람들. 在索马里谈完了一笔大生意，被海盗绑架的人，赶紧拿500万，我去把你叔救出来。 你叔叔可是被一个美女绑到了山洞中，给俺老孙500万，俺老孙去搭救一他。娘系屁，小鬼子，马上就打进城了，我们的部队呢？侯老师，我们跑错地方了，我们剧组在隔壁呢。难干可真切。有正常的。可对。我们看到你叔叔被人绑架了。说吧。车上坐着五个人。你叔叔左侧后头上是不是有个大痦子？啊，你等等。茄子，我们是高中同学，车牌我多少？500万。 怎么改名了？天强这个名字多英俊。我叫少爷，出国留学回来就改名叫生蚝了。给我尝尝。온 욕심이 좀 많은 거겠지 가지? 一个边远地区的火锅学校，没上，来我们单位上班了。可是我们单位的文艺骨干
我现在也挺好的。我们公司每完成一个项目，马上发奖金提成，从不拖欠。人心化的管理才能留得住人才。衣服你就穿走吧，啊，只要找到我叔叔，钱有的是，啊，想买什么都可以。张哥，你们家小叶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吧？妈妈去给你买治眼睛的药。고아원입구에서처음본샤오위에를떠올리는창小偷的儿子，天生的一对儿。我长大了保护你，挣钱给你治眼睛。도둑질을해야만했던이유가샤오예这3700块你先存着，咱们马上就能够存够钱治眼睛了。摸一下。저건납치당한남자의펜好了，金的。阿强，你别太累了。你都抠到我鼻孔了。좋아할일이아님이제창고생할일만남은거姐夫500万的巨大项目啊你赶紧给我查一下昨天早上我们装的车是谁家的钱到手了我每一个星期带你们吃一次烤串也太그때나타난범상치않은그들你不是那个盗墓的吗上次那个假铜盆你卖了多少钱这是我大哥对外文物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九万先生那500万是我的这个是找人的买卖不是偷文物啊专业不对口분위기살벌해지고女货有话好生说嘛我请你吃羊肉串我请客我请客야무지게양꼬치씹어먹다가어피你没有看书吗是不是他押运出血哟出血那个出了人多了뭔가무서워납치범차량번호로추적한이곳那绑人的车就是从这个院子开出去的哦맞나봐여기香港不会是变态杀人狂吧为了500万我们比他们要更变态근데납치범의집치곤뭔가평범한데我整天杀猪哪有时间偷你的东西啊指桑骂槐羞羞屁了你有能耐把外面小偷劈了呀누군가있기는있었어작전을다시세워야겠어这么能开呀这两个人是不是也来找富豪啊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嗯对你再去看看我回头给你加几腿有人看你们家字剐了我们的人是这辆车吗对就这辆车牌号好像不对呀什么姐夫弄错了啊一段班里这次确定是这家吗电视认知这个车就是这个老板不是就在他家了胡九万也在找人质要是被他抢先了呢이번에는맞아야할텐데여기는来客人了啊来纹身吗얼떨결에낚여서문신새끼기빠진두그때도착한후주안주직他们的纹身啊别碰我겨우빠져나왔는데好处你不遭殃了吗傻我叫你找个人纹成这样还差点被活埋要找到人质还得回去找那老头得用脑子조카인척제접근你个想死你把人藏哪了赶紧救出来你到市场买点菜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一下了啊哎带小孩子一起去啊你是岳母啊你怎么不给四个金钟包裹呢我爹是被你们家车绑走的前几天被人偷了그런데잘못접근한듯走得那么快干嘛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快跑啊또다시쫓기는신세가된창영재站住成年军三十五거긴뜨거울걸我好烫我好烫松右手松右手松左脚松右脚去你的온힘을다해뛰어咋地咋地又被偷生活好像被猪咋地咋地又被偷师傅给我个理由咋地咋地又被偷哎我去又被偷抓小偷上上上上头
们两个打了我一场，我很公平啊。一关都不赢，金刚刺。导演们连打带踹马上就来，我先吃几个辣椒给大伙热热身。听我说起来，막간띵티버까지등장이때다라快！我就不信找不到啊！继续找。뭔가새감새감또다시어딘가로떨어진창师傅，人跑太快了，一转眼都不见了。啊！说了让你别动。哎呀！大家好，我是吕青。여기는촬영장不一样的地方，川安，这里有国宝级大熊猫。嗯嗯啊！啊！那谁啊？啊！都扔这个马桶干嘛的？给我轰出去！滚！找了他们。얘는여기스마슴被人堵在这儿等半天了，一个藤蔓西红柿还没给搬好呢。啊！好险呐！出事呢，在那儿呢。夏叔叔，我要感激你啊！嗯，吴英，你让我想到我那打鱼落海的爸爸。海水，好险呐！신나서돌아가는데，哎呦，胖子，是我。급생각난납치범의탄사，断了一截手指。估计干的不是什么正经的事儿，我知道去哪里能找到他。바로도박장。彪彪彪彪彪！哎呀！林耀，快走！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要我说什么呀？납치는납치인데사람이아닌거。我就绑两只蛐蛐啊！他一天到晚总叫。我一着急啊，就卸了他一条腿。无忌，沈总，他们找到一个被绑架的人，很有可能是你叔叔。腿被他们卸掉一只，一定要把我叔叔给找回来。你今天说卸的是他的腿？是啊。또다른사건。23,820.4元。才借你们10,000块钱，这一星期不到，怎么变那么多了？我只管收钱。你借高利贷了？这个先当利息。不是，大哥，这是我祖传子，你不能拿走啊！没事，跟姐。我放了我兄弟。大哥，拿钱来赎身。姐夫，你让胖子替你借高利贷了。别让我一个月整10,000块钱养家了，二叔说还得换贷，你说这咋弄嘞？不就欠仇吗？먼놈의인생이하루라도편할날이없니함께했던시간들을떠올리는창有点孤单。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办法。그때스윽，这上次不是去你家偷？哎，你不是那个警察吗？我在执行秘密任务，他现在是我的线人。그런데우연히만난이아저씨에게서뜻밖의정보를듣게됩니다。警察同志，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村里边啊有个别墅。新搬进来一伙人，里面有个男的，天天在那儿喊：“放我出去！救命啊！”혹시 ，Oh my god！ 好吃好喝供着，还有美女陪着，你就知足吧。来，吃饭。我不吃。吃一口嘛。我不吃。救命啊！你为什么把他给绑架了？他这两年一直不理你，肯。그러니까사위를납치한거？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那个时候你爸跟他一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不着调。拖回去！我把你爸带回家，我们在一起愉快的生活了3个月之后，一个完整，呼了就收心了，开着一个纹身武馆。后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植被的女人，我一气之下。嫁给了周屠夫，我偷了他的车，换了车牌，然后让你表弟带着人埋伏在地下停车场。你们干嘛？乔伦，你们在这里生个小宝宝，有几个小子在找的呢。이각기작전과연성공할것인가？喜欢一个人，拖着我们。
와우, 분위기 좋은데? 으악! 习惯 你们是谁呀？ 你们站住！ 别跑！ 도망가긴 다 글른 듯. 文姐， 他们一直在找申总。你们两个找我老公干嘛呀？ 我们两夫妻玩点情调不违法吧？ 그때 나타난 동네 아저씨. 警察同志， 你们抓住坏人了吗？ 什么？ 他们在执行秘密任务。 我们怀疑你老公受到侵害，要把他带走接受调查，请您配合。 그때를 틈타 사라진 남편. 人呢？ 人呢？ 데려갔어, 요놈들이. 小一点。 老板， 到手了。 하지만 그들을 노리는 또 다른 놈들. 快 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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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우와！ 차를 통째로 들어올려버림. 내 존재를 빨리 알려라. 你叔叔在侯老板手里拿500万来赎人。 이런. 열받은 이들은 또 있었으니. 59만. 我们各种打探玩命。 我的500万。 我要一箭双雕。 헛, 오, 100만.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强哥, 给我看看。 小月, 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术了。 그리고 풀려난 셔나우의 삼촌. 沈豪, 叔叔, 您受苦了。 回家吧。 好。 그렇게 집으로 돌아갑니다. 珊珊, 我找到叔叔了。 老公! 집으로 돌아오자마자 또 묶여있는 상황. 是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뭐? 你不是也绑架过他吗? 只要他乖乖的把股权还给我, 你们就都没事。 저런 나쁜. 不,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他可是你的亲叔叔。 绑起来！ 不要！ 放开我！ 你要是再不签字, 我就这么一刀一刀的划了。那支股权转让专用签字笔不在我身上啊！哦，你说，你听我说，我被绑架的时候，我那支笔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孩子，上次你同学去会所，他的口袋上挂着一支金笔，他跟你叔叔有交情。黄根佩妮，乔吉，老婆。 没事，为什么你这两年都不理我？我得病了，有孩子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选择逃避。 이런 말도 안 되는. 원君何时离？ 춤에 빠져 있는 후주원. 이제 조금 있으면 큰일 날 예정. 都被谁淹了？啊，这怎么搞的？啊！哎呀！ 집 지하에 갇혀 있는 뚱보가 위험한 상황. 我们是市政排水的，前两天下大雪，山上很多自来水管都裂了。我们来检查您家的水管受损情况。 집 안으로 진입 성공임. 赶紧去看看那采访是不是也漏水了？是。检查好了再通知你。好。 여기가 후사장의 보물창고. 빠밤.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我是来拿钱的。你小子想打劫？哎，你大爷，我可是练这个出身的啊！哎，你小子不按套路打！我就是你，你回来了。可是这又是个，你敢来绑架的？等我回来啊！哎，把口罩摘了。Drill Kill Vicky。 哎，你老板，干！我让你去。 겨우 열쇠 획득. 이제 거의 성공 분위기. 你们干嘛去？我去车上拿工具。 오, 해냈어. 해냈다고. 그런데, 헉!
歇了，兄弟。喂，钱，我的钱。小偷，抓小偷啊！别跑！一拱不赢。小心，小心，都给我打碎了。对不起，九爷。뒤늦게도착한수리팀。您好，我们是市政排水。工具拿来了吗？得先看完情况才能处理。什么？你这是怎么了，江叔？副사장의가방은이미사라짐。赶快跟我追！하지만，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钱追回来。好的，九爷。乱板，我都看你。钱被人抢走了。什么？好。你抓你头破了。뛰다버렸어踩刹车브레이크가위험해흐억放手，咱们全得摔死！他要可咱们不是一伙儿的。九儿，저까지살리려하다니참감동적이야。大爷，这山怎么走？哦，살았어。太刺激了！这不请你吃烤地瓜，激疯了吗？这去马赫咋给我治了？给我买瓶水去。我给你买饮料去。그렇게음료수를사러간가지는干什么？哎，胖子，让我，胖子，天哪！헉끈질겨什么病啊？你偷伸走了那只金笔啊？你丢了，把它给我丢下去！我去了，你没事吧？그대도당할듯비나비나마비야叔，급히연락받은창。小月，金笔给我。我偷了申豪叔叔一支金笔，他们回来找，我给弄丢了。그거사실은我拿来送给小月了，我怕小月受到牵连，又拿回来了。바로걸려온전화。拿金笔换你女朋友。啊？难怪上次他们问我小月的事。我们所有人的行踪，你都告诉他们了。小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각오해내여친을잡아간대가를혹독하게치르게될것이야장거지救小月了，장거지送死了。한편姑妈，文姐被申豪带走了。我一个兄弟在郊外的废弃工厂看到申豪手下绑了一个女的，肯定是文姐。晚上，文文，妈妈来救你来了，受死吧你们！忘了拿东西了，我得赶紧回家。攻击武器。그시간나타난창。走啊走啊！哇！저러다들키겠어申豪，耍什么阴谋诡计？老丁，진거。小月，거긴더친데。申豪，你个王八蛋！你不就是想要金笔吗？你把小月放了。我金笔呢？申豪带着手下去工厂找强哥拿笔了，会所空虚，那五百万肯定在这儿。咱们从这后门偷偷溜进去，把钱拿回来。저건어떻게할까？전기장난치다딱걸림好玩吗？맞전발아얍错了，让我来！这找金笔，但哪个是监控器呀？모양이다른오요건가？哎，我去！급등장셔나오沈总，你不是上工厂那边了吗？有人混进来要偷那五百万啊！那个保险柜在二楼，多带点人去。헐가지感谢提供线索。小月，
在他身上，下去抓住他。金币拿来。도망가려는순간이거다죽게생겼음우씨니아파好好好好好그때阿强你先放了我女朋友哎呀你这丫头我就看不明白了怎么偏偏就会喜欢上一个小阿强你跟我说九爷来了胡九安您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啊把那五百万还给我啊哎呦那五百万赎金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老子在江湖上混了40多年被你们几个臭小子给耍了我告诉你这五百万不还谁也出不了这个门狗咬狗上오긴장된분위기그런데敢烧我看我怎么干死你们什么情况大侄子我来了그와중에칼에찔린후사장최종병기가져온다던사모님등장还帮我省了五百万我该怎么感谢你你绑架了叔叔婶婶大逆不道蒲九万已死你们不用再跟着他卖命了现在跟着我的每个人20万安家费江湖也是讲义气的무슨그런망언을你们只有两个人怎么跟我们这么多人玩啊我现在开始正式启动我的终极武器魔镜也打鬼子的时候用的喷火枪你们等着受死去吧这样怎么回事有人动我会所的保险柜您把那女的给我带走找到金笔之后回会所会合是老板接着兄弟과연창은사랑도찾고이못된현아우를응징할수있을것인가金笔找到了龙生龙凤生凤쿡쿡허드숨유발중국영화거기서도둑이었습니다가보자구독자분들구독버튼옆에종모양을요렇게해주세요꼭달빛뮤즈영화이야기최신업로드영상달빛뮤즈추천영상구독은달빛뮤즈에게큰힘이된답니다